什么是舍利子？在影片开始之前，先给 Kuma 点赞关注，收看更多好内容。舍利子是佛教中一种特殊的遗物，通常是指佛陀或高僧的遗骨、牙齿、头发、衣服等物品的残余。在佛教中，舍利子被认为是具有特殊的神圣力量和功德的物品，可以帮助人们修行，增加福报和消除障碍。传统上，舍利子被保存在佛塔、佛殿、佛像等佛教建筑物中，并被供奉和朝拜。佛教徒认为，朝拜舍利子可以获得佛陀的加持和庇佑，同时也是一种敬仰和信仰的表达。除了佛教，一些其他宗教和文化也有类似的遗物和信仰，如基督教的圣骨、伊斯兰教的圣贤遗物等。